外面訪問了195個接聽人士，問到如果學聯同學們之前退場，會不會跟隨離開，話會同誤會的人當中大約三分一，另外有三成人話不知道。至於雨傘運動結束之後點樣爭取民主，近六成人話會到社區游說，而近三成人就話會以更激進的活動對抗。即係有一定的比例啊！咁啊，當然因為你參加咗佔領嘅人，佢都係出於呢個激情啊，咁啊，所以一定要爭取啦。